动经针治疗急性腰扭伤。先告诉我哪里最疼。那是这这个地方是左边右边哪边动？那是中间吧。中间，当时是怎么情况？就一箱水，就搬上来就不行了。你现在一个腿直抬，我看看，抬起来我看看能不能一个腿一个腿。一个腿啊。一个腿能不能抬起来？左腿一个腿一个腿来，先抬左腿，不要膝盖不要弯。那不行，那抬不起来。抬不起来，右腿。右腿也抬不起来。两个腿都抬不起来哦，试验一下，一点点都不行。啊，左边，哇，这么严重。你啥情况？来吧，起来，往前走走。哪儿疼？现在感觉哪里疼？左边、右、左边、右边，两边都两边一样疼。啊，往前走，走走，再回来，自己走过去。好，来，往这边走，转的两重墙，两重墙，往下够一够，看看能是啥程度。你过来，你躲一下。只能这样是吧？只能这样，就这样，就别动，你能啥样就啥样。好了，来，两手掐腰，往后看看啥样。只能这样。好，行了，远交上，今天就让你好啊！我知道你咋回事儿。你这别整个腰托了啊！哎，对对对，你看不看到？很疼是吧？你把腿放下来，疼不疼？这样腰疼不疼？这样还好。疼，肯定还是疼的，因为它不动了呀，它不动，什么动了也疼的。好。早晨吃止痛药了，吃完药还这么疼，把腿放平。下去，这个就行了。OK， 好。几包？高，那你就把手拿二，拿三，四，好，五，好，六，好，七，好，八，一，好，二，好，三，好，四，五。现在走挺好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不疼，觉得能好50%？肯定是比50%多了。超过50%哈。再测试一下，来，腿抬起来，来一个腿，哇，现在这不是啊，这起来挺好吗？来，好，另外一个，这比刚才强多了，来，好了，下一个，你你看看，哇，这个比刚才强太多了。现在下来吧，你往后仰一下，两手叉腰，往后仰，尽量。这不是也过来一些了哈？好了，再往前够一够，看看往下够一够，看能够到哪儿。再往下，弯腰，再弯，哇，这不是看看手能摸到哪儿了？这原来一点都不行啊，守不住了。好了，行，来走一下子。现在自己走了，来转过来，好，哇，不错，这不挺好吗？是不是？OK， 能好不来，给我看看，OK， 那你们走吧，好了，再见，拜拜。